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这个 park 呢，叫 Niagara Falls Park， 是叫做 Kings Street。这个呢是加美边境。大家看到我身后呢，就是美国的加拿大分界的这个河，这边是加拿大，那边是美国。那么它这个碑呢，是1791年建的啊，这个呢是200多年了啊。当时呢，这个碑呢，就说这个路呢是。政府出资盖出来的，就是说当时美国和加拿大还处于战争阶段嘛，是吧？两国在纷争，不是现在是友好国家了啊。那么呢，后来呢，在这个1814年，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，这个地方呢也是这个加美两国之间呢，是为了划这个界限呢，起过一些争端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现在就。很重要是吧？哎，对，很重要。大家可以看到周围这些环境很漂亮的，后面有个湖。OK， 我们从这边聊一聊，这边是一个百年历史。Thank you.
点是吧？嗨，大家好，就是我身后就是这个著名的尼亚加达瀑布，这个那边呢，身后这个北岸的美国，大家应该都知道是吧？这个
在那边。这也是一个火车边境啊。Thank you.
1815年的这个美加战争，就算起来现在正好是200多年吧，200年多一点是吧？看可以看到对面是一个纪念碑，就是加拿大版的人民英雄纪念碑，是吧？这纪念的是加拿大的当时跟美国这个争夺这块土地阵亡的战士，是吧？人民英雄是吧？就是战斗纪念碑，这个塔很高是吧？看到通天是吧？就是通过这次战役，那么通过这次战役呢，加拿大人呢成功的保卫了这片土地，然后呢，这个把美国人呢驱赶到了河那边，是吧？从此中的美加边境呢就确定下来了，这个边境，是吧？然后呢，可以看到这些美国人的四个吉祥物，是吧？盾牌嘛，相当于这个抵挡住敌人的一个外来侵略，守住，是吧？保佑加拿大是吧？上面呢还有四个大狮子是吧？这四个狮子呢，也是相当于咱们那个门口的那个咱们古代大门口摆的石狮一样是吧？就是辟邪的是吧？把外来这个入侵者全部赶走，非常这个著名的在这个尼加拉瀑布的这么一个景点。如果你来看瀑布的话，一定要经过在这儿来看一看，很值得一看。历史啊，对，很有意思。
Time。没录音，对。带我带一个，后面带一个。那个也是。画像这个是他们首领，这叫莫汉，莫汉就是印第安首领。对，这是两个羽毛。这是一个羽毛。白花镇是不是？哎，他没讲迷信是吧？大家是神坛的还是说还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四个人的，他们有资金。